简直一模一样，王爷，你真是太神了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徐掌柜长得有点怪。怪？哪里怪？我也说不出来。白天见到他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，总感觉哪里有些别扭。别着急，好好想想到底是哪里别扭。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他长相怪就怪在好像是被人拼出来的。拼出来的？对，虽然人和人的长相都不同，但是生在同一片地区的人长相都是有相似之处的。就好像有个大致的模子，西域人有西域人的模子，岭南人有岭南人的模子，长安人有长安人的模子。可这徐掌柜的脸不属于任何一个模子，他这脸就好像是把很多的模子打碎了一样，各取其中一个部分拼到一起拼成的。我这一路从黔州到长安，哪里来的人都见过，可从来没见过什么人是长这样的，这可太怪了。如果是他的父母或者是祖辈有其他地区人的血统呢？那也不会是这样的呀。就像驴和马生出来骡子，骡子既不完全像驴也不完全像马，但是不管是哪个部分都既有驴的影子也有马的影子。他这张脸就好像直接在关内人的脸上拼上了岭南人的眼睛、湖人的嘴、江南人的额头、高丽人的下巴。这许如归怕是易容了。易容？天一亮你就出城，城外有人接应你，你最好放聪明点，要是落在萧锦瑜手里，你知道是什么下场。周将军放心，我与萧锦瑜只有今日一面之缘，纵使他有一手神乎其神的画像本事，也只能画出我的一张假面孔。我的这张父母赏的脸被藏起来的时候，他萧锦瑜还是个襁褓中的奶娃娃，就算他现在站在我的面前也绝对认不出来我。行了，你不吹能死啊？时辰不早了，你抓紧的呀。秦公公还有何吩咐？吩咐你出去躲一段时间，要是再有什么吩咐自有人与你联络。徐某听凭秦公公差遣。许如归平日里习惯用右手？是是。看他长期走路的习惯，应该是个懂几分功夫的练家子吧。练家子？奴家可从来没听说过我们掌柜的会功夫的呀。你家掌柜平日里习惯将钥匙收在左袖？是的，奴家经常看见掌柜的从左边的袖子里往外拿钥匙。那他习惯在右边袖子里放什么？右袖？那奴家就不清楚了，奴家从来没看见掌柜的从右袖拿出什么东西。景大人，你们怎么从外面来的呀？这许如归啊，绝对是属兔子的，一个暗室里面挖了好几个出口，我跟吴江全都试过了，都是通往外面的。还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看看就知道了。许如归是不在里面，但是里面确实有个炉子，这就是吊在炉膛旁边的，里面还有很多架子，架子里每个格子上面都写着名字，有你我的、朝中大臣，还有你手里拿着的这些。你担心有人杀许如归灭口，现在看来他更像是知道我们会查到这儿，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烧毁，仓促之下没能把所有东西都塞进炉膛里就逃跑了。还有这个，炉膛里面扒出来的。吴江在，你速回三法寺带足人手去公主府护卫公主安全，见到我之前一步不许离开。是。王爷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一点家事。景逸，暗室里可有要用钥匙的地方？没有啊，走到头就一个暗室，除了那几个出口。许如归有一串钥匙，
一直习惯收在右袖里，若不是暗示利用，便是他还有一处藏身的外宅。外宅？在哪儿？不知道啊，奴家从来没听说过我们掌柜的有什么外宅啊。且当这里是长安的余土，齐阁就代表坊区。这里是如归楼。景逸，你速速查点这房中的物品，看看都是自哪个坊区的铺子得来的。掌事，你细细回想下许如归平日的习惯，将他常去的地方用棋子在这棋盘上标出来。是。这里是还原坊，这里是东市，他一直在此处附近活动，但唯独避开了此处，应该就是这里。王爷，您说的这里在棋盘上看就是个小方块，但实质上这一坊就足有300多亩，上百户人家。他那两双鞋底都沾了混有米糊的泥浆，这处外宅应该靠近一处正在修葺的宅院。拿了画像到附近问李正便知，这外宅我去找，你在此处善后。是。还有，你派几个人去各城门，以我的名义知会各领军卫对阵，告诉他们有重要嫌犯在逃，务必让他们对所有进出城门者严加盘查，凡无身份文牒或身份文牒可疑者，无论他们执什么印信什么凭证，一律不得出城，尤其是神策军装扮的人。明白。处处，你随我来。